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卫斯理。我们现在在诚品行旅，没有错，今天就是要来住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地方我觉得它非常的赞啊，因为它虽然在信义区，但是它提供了一个非常舒服、非常静谧的居住环境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要一起去走访诚品行旅喽，跟我走吧。我现在进来这个房间了，非常的漂亮，大家看。虽然这个是他们最小的套房，但是我觉得其实空间感也蛮够的，因为它有一片全部都是落地窗，面对101的百万夜景，晚上一定非常漂亮，一定会拍晚上的画面给你们看。你就可以呢，在房间里面坐在椅子上，看着书，喝着茶，悠闲的看着漂亮的风景，100分，悠闲到爆。你看，它上面还会欢迎我哎，好快乐哦！然后呢，它还会摆一些很有趣的书，像我这个房间里面的就是红点设计奖的 yearbook 文具盒。Ta-da！ 你看，竟然有剪刀，有订书机，有橡皮擦，有铅笔，还有一些回纹针什么的。我还蛮喜欢他们用这个绿色的地毯的，因为就是跟户外的绿地做一个结合，然后把外面的绿意引进来，然后你就会让你的心情变得非常的平静。还有准备一本书，你可以看一下《诚品时光》，虽然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。哦，就是一个在介绍诚品的一本书啦，那是蛮不错的。这椅子我觉得很棒哎，还蛮好坐的耶，因为它有一个皮的那种弹性。而且我觉得很讶异的是，它的下背这个地方啊，它其实有支撑感的，所以它不是只是卖漂亮的。看这椅子这做工，虽然它会产生使用的痕迹，但是就会有一种很像住家、很居家的感觉。对，你们家有这么漂亮的椅子吗？哦，收纳的空间很够，所以你的行李箱想要收起来，不想看到它，我觉得也都有机会哦，都可以收得好好的。你看，这边也可以放啊。备品，它这边提供的是一个胶囊的咖啡机，提供了4颗，然后还有糖包。来源的介绍，冰箱，冰箱，冰箱怎么开？目前是空的状态哟。虽然冰箱是空的，可是它的水呢，给的还蛮多的。这里有2瓶，那里也有2瓶。然后我没猜错的话，浴室也有2瓶。这个枕头真的超级好用，真的。现在来示范一下如何使用这个枕头。如果没有这个枕头的话，你泡了浴缸就只能这样。对，有了这个枕头之后呢，你就可以，是不是很舒服？好，我录够了，不想录了，拜拜。
飞轮，还有杠铃，没有杠铃，哑铃。然后你看，是不是都没有人来？啊，这里还有一个淋浴间，这里还有淋浴间。这个健身房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哎。我刚很好奇这边是什么，原来是置物柜，是个 locker room。看，哇 ，not for changing， 好厉害哦。我觉得这一次住诚品行旅的体验来说，其实还蛮不错的，因为它的房间真的非常的放松，然后它的浴室、它的泡澡的环境也设计得非常好，然后它的健身房非常的齐全，早餐就真的还好，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放松的两天一夜的行程。那如果你住饭店是想要追求想要待在房间摆烂的话，那真的是一个蛮适合你的环境。而且周边啊，其实就有松烟的商场啊、全家啊，你也可以逛展览什么的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推荐的一个地方哦，分享给你们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